手下官，其中有两个人呢，就是很不听话。哈哈哈哈，好棒！哎，多可爱！美人鱼，答对了。王八，又到了。加油！加油！加油！走吧！这次司马要套到底，司马要套到底啊！默契一家人。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还是先来认识一下我们在父母与家长之间做调和剂的我们的三位嘉宾，好不好？好的。美丽、可爱、聪明、智慧的谷晓，欢迎。大家好。接下来介绍这位啊，这个可以说是帅到没有朋友，但是比我的帅呢略微逊色一点，帅气的王新瑶。大家好，我是排名第二帅的王新瑶。新瑶好乖啊。对。其实介绍他们两个呢，是为了抛砖引玉。对。因为今天我们的三位嘉宾当中呢，有一位是非常重量级的，为大家介绍清华大学社会心理学博士于峰老师，欢迎。接下来我们就要认识我们的三组家庭了。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天生快乐、幽默到骨子里的一对父子俩，张世玉父子，掌声有请。我，大家好。大家好。好。pose 摆的真是帅气啊。哇，面罩摘掉了。来认识一下第二组家庭，淘气儿子不敌虎妈李泽敬轩和他的妈妈，有请。这俩的发型都很像啊。最后为大家介绍的是天生丽质美丽的母女俩，周天慧和她的妈妈，有请。掌声送给他们，谢谢。这段的时候其实有两个轿夫的。
啊，又到了爆猛料的时间了。好，这个环节其实父母都会比较紧张。好的，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我们今天的我想对你说的主题是什么呢？请看，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我的父母最大的苦恼是什么？哎呦，哎，他们这么点大，能知道什么是苦恼吗？诗玉啊，你最大的苦恼是什么？就是我二年级嘛，不是一个班长，然后呢手下管43个人。哎呦，然后呢其中有2个人呢就是很不听话，我就是苦恼，就是怎么就把他们俩教听话了。就现在的小孩很难管，这个现在小孩很难管。你们认为你们的爸爸妈妈最大的苦恼是什么？只可以说一个吗？他这个会有很多。但是你说非要让我说一个，就是平时妈妈对爸爸呢放点火，放火，放火。那你学一下你妈怎么发火吧。然后爸爸是什么反应？就是这样子啊。来，我得问一下那个诗玉爸爸，媳妇儿比较厉害点是吧？是很厉害，很厉害，是吧？很厉害。我们俩一致都挺那种老婆的。我媳妇儿属于那个性子急，对，比较补充的好，性子比较急那种。但是像发火吧，也是不是说那种很激烈的那种。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呢，可能她比较强势一些，什么都要做主一些。我说老婆大人，你说的对，你说的好，我错了啊，你怎么办？但事后呢，可能还是委婉的，我就曲线救国嘛。有吵过没有？吵过呀，吵过呀。能狠一点，狠一下吗？什么时候吵过？这次发生了。就是呢，我爸爸呢，就是跟朋友出去喝点小酒，迷迷糊糊的喝醉了。哎呀，然后我妈妈给气的，说这不行啊，多喝酒这害身体，是不是？想了想，给气的。丢人的事儿咱别说了，丢人的事儿咱别说了。哎呀，你过年。好，这个玉凤老师，夫妻俩吵架，是吧？每个家庭都会有。对。但是就是当着孩子面儿，要应该注意些什么？我觉得3点注意吧。第一个呢，吵架的时候，夫妻两方吵架的时候，千万不要就是非常轻蔑的语气去辱骂对方。这个会对孩子造成伤害。第二个，你吵架之后要很少的冷战，要马上的和好，你要让孩子知道吵架不是世界末日啊。第三点呢，是我觉得吵完之后不要拉孩子占山头啊。妈妈对你好吧，你爸爸就是那样，你看以后我们俩要是分开了，你还是要跟妈妈过，是不是？不要拉帮结派。对。好的，我觉得玉凤老师说特别好。静轩，在你的眼中，你认为你的爸爸妈妈最大的苦恼是什么？不好好学习。哦，你为什么学习？你不好好学习，因为你不好好学习，你老想什么呢？就待到我那个小屋那里面玩我的变形金刚啊，打那种小人啊。哦，那爱玩不是正常吗？正常吧，应该男孩吗？你不喜欢学习，然后会发生什么？我妈揍我，我妈揍我。静轩说他学习不好的时候，你真的是会打他吗？啊，有时候会。哦，就他对于学习这个没有概念。他有多不好？我想问一下，就是在班里能排到第几名，还是怎么样？这次期末考试，他是语文考100，数学考94。语文考100啊，这还不好？这不好吗？这还不好啊？他们家是个很严肃的家庭吗？对啊。好的，千惠。那个，你认为你的父母最大的苦恼是什么？是担心我和弟弟的生活费还有学费。哦。因为现在是爸爸一个人在外地工作，供我和弟弟生活费还有学费。别人的妈妈都有漂亮的裙子穿，还有衣服，可是我的妈妈没有，我就知道家里不是多么富有的这件事儿。懂事啊，这样。对，千惠妈妈，孩子说的
是你最大的苦恼吗？因为家里面嘛，现在只有他爸爸一个人挣钱，千万要演出嘛，就是我今年也没出去打工，其实生活真的很有压力。千惠爸爸在是吧？哎，你好，你好，你好。这个，刚才他们说你一个人在外面工作是吧？对，一年就是一两次吧回家。这一次来参加咱这个节目，就是特此请假来参加咱这个，给这个孩子好好的沟通一下。我知道今天在节目现场你们见面之前有多长时间没在一起见面了？七八个月了吧。哦，那你一个人的收入要养活一全家人，那你觉得？你辛苦不辛苦？感觉不辛苦，不觉得累。过上这个孩子他有特有这个天赋，从小把他送到我们当地的一个艺术学校，再苦再累也要把孩子以后过上一个有才，有国家有用的人员，这就是我的梦想。千惠3岁就住校了，别人家嘛孩子的爸爸妈妈开着车接着送呢，千惠没有，因为那个学校离我们家也很远。我没办法接的，每天只有他把孩子安排到学校里面住校。第一次我打的时候，千惠长那么大我都没打过的，就第一次打他的时候嘛，我去看他，他住校了嘛，我去学校看他，看到我以后他就拼命的往学校外面跑，跑着回家的方向，他不住校，就是我拿着扫把撵到外面打他，把他追到学校。因为我喜欢唱戏，可是我不想离开妈妈。感觉挺对不起孩子的。我知道，爸爸妈妈这样做是为了我，就是觉得爸爸妈妈太辛苦了。有没有一点点委屈？没有。没有。真的，他们说一句话叫“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对对对。真的是这样，所以千惠特别懂事，是不是千惠妈妈？是啊，千惠特别懂事。就是星期天回家了嘛，我不在家的时候，她帮着奶奶扫地、擦桌子，什么都干，带着弟弟。哦。好，那我再最后问大家一个问题啊，那个看到努力工作的父母的时候，你们想对他们说什么？我要好好的学习，不让妈妈操心，长大好好的回报妈妈。哦哟，太懂事了，你好，说得好。Go go go！ 好紧张啊！开始啦，开始吧。好。说话的。我合理了。好，我们开始吧，好不好？来 ，Go Go Go！ 好紧张啊，五个大。好了，开始吧。哈哈哈！好。这会有仇吗？不能说。啊！好的，计时爸爸。好的，计时爸爸。吴佳杰好厉害！啊！说快说！美人鱼。好厉害！完美！好，吴佳杰，不许讲话哦。好拼呐！阿飞，你要想好哦，想好哦，只有一次机会哦，不能讲话。我。哦哦，咦，好棒，哎，好可爱，好，好，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哎！不要讲话。啊！哎呦！不行，去扶他一下。这样。嗯，来，爸爸回答。爸爸是什么？企鹅，企鹅。不对，乌龟，乌龟。妈呀！好，来来来，准备，开始，开始，开始。这个声音不是哈利的。哎。不要给我丢脸。爸爸加油。全胜哦！好，谢谢。
今年什么年？猴年。对呀，猴年。今天在运动会开始之前呢，我还特地把我的这个猴儿们带来了。哦。掌声有请三个小猴。我看看谁学猴子学的像。开始。哎呦，开始。哎呦。猴儿们跑起来，跑两圈。要有猴的样跑啊。猴的样跑。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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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开始了，加油！保护好尾巴吗？小尾巴，不能出去，好，可以出去啊！啊，差点跳出，跳出去就会被。记住，我们是在花果山，旁边是悬崖。不觉得世玉就很像李晨吗？对啊，能力者，能力者，能力者。他们觉得这个视域比较偏颇。保护他们。能力者，能力者，能力者，能力者。感觉要僵持一个小时。不要出圈啊！越是这样，越是这样。哇，他一个一个一毛，我不想输。小孩都有这种争胜的心理啊。我帮你知道，那你不要输我，好吧？不行，你别输我了，你别输我，你别输我，要不然我输我。哎呦！太紧张了，实在是。怕不怕？哎，这样可以吗？我让你们俩，你们俩，这样可以吗？有大哥风范啊！对。二对一，二对，二对一，二对一。小心
来听听他们的比赛宣言，默契一家向前冲。好嘞，来听千惠家的比赛宣言。千惠，千惠，什么都会。哎呦，什么都会。好的，准备，三、二、一。妈妈来。是什么？你来挑一下啊！兔子、狗狗、猴子。兔子。
像以后呢，也是像美国队长一样，一样勇敢。哇！想让我妈妈漂亮。是孩子有这份心。因为千惠从来没有带到过什么礼物，感觉挺对不住孩子的。因为我得到了爸爸妈妈的爱。父母与孩子搭建沟通的桥梁。我们现在要进入的环节就是用心来说话。想问一下于峰老师哈，你看我们这个环节是爸爸妈妈还有孩子他们互换礼物的环节。对，那于峰老师是不是你一看到这些礼物，你就已经能猜出他们的心里都是什么了？猜不出来，猜不出来。有这个礼物是谁的？来，哪个？张班长，你为什么会把这个哑铃送给你的爸爸呢？我就让他变成一个大力士，然后我上高那个初中的时候，他也能把我抱起来。好啊，我知道。这个礼物满意吗？非常满意，非常满意。这个儿子送你这个礼物，就看来你平时是喜欢运动的人。是的，是的，是吧？这个你平常爱做什么样的运动？夏天的话，我放假的时候就跟他一起骑自行车，然后游泳。游泳，对，游泳，他前一段游的挺好的，后期他比较懒，不游了啊，不游了啊。这个儿子希望你到他到初中的时候，你还能扛得动他，我加油，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好好好好好，那你将来长大了，要不要像爸爸这样也练得很健壮？到那个时候你准备把谁抱到四楼？扛他们上去。扛他们上去。哦，我爸特别感动，马上节目一结束就开始练起，你知道吗？那个诗玉爸爸给诗玉准备的什么礼物？我给他准备是那个盾牌。大了之后，现在看一些这个比较就像美国队长这样的，就是英雄片吧，哎，对，这样的一些电影，然后他比较喜欢。另外美国队长也是比较有正能量的这么一个人物吧，然后他也特别喜欢，我想以后呢也是像美国队长一样勇敢，有自信心一样的，就在这个学习当中啊，或者以后在长大之后闯到社会当中啊，有自信。诗玉，我想问一下，你为什么那么喜欢拥有超能量的人？为什么？帅酷爷们儿霸气，帅酷爷们儿霸气，帅酷爷们儿霸气。既然爸爸送你这个礼物了，拿着美国队长的盾牌摆个 pose 给我们看一下。1 2 3，哇哟，哇哟，哎呦，好，跟那儿呗。这个这桌上怎么有一双高跟鞋啊？高跟鞋是谁准备的礼物？哎，这么小的一个小孩，男生会想到给妈妈送一双高跟鞋？为什么会送给妈妈一双高跟鞋呢？因为他老是给我买衣服，不给他买衣服，然后我就想送给他一个高跟鞋，想让我妈妈漂亮，想让我妈妈漂亮。我觉得男孩子吧，一般的心都不会那么细，想着妈妈给爸爸妈妈给他买的衣服都是应该的，想着是这样想的，没想到他能记得欣赏。你穿上好吗？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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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自帮妈妈脱鞋子，对啊，哎呀，期待了。哎，这走一下，哎，刚刚好合适哦。哇，好吧，好吧。俊轩爸爸在是吧？你儿子会送你爱人高跟鞋啊？是你平常没送过吗？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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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没有。从结婚到现在都送过什么？我送我爸爸一
一双鞋，那个鞋就是我送我爸爸的鞋。哎呦，哦，好懂事儿啊。对，有一个原因。啊，哦。为什么不送了？因为钱不够。还在他交的就是这个，知道吧？我刚才说的就是这个，他肯定工资全交是吧？对对对对。哦。哎，宝贝，我问一下，有那么多礼物可送你，为什么送爸爸和妈妈送都是鞋子？因为我想让他们帅。妈妈，你给金轩的礼物是哪个？枪，星球大战里头的那个枪。哦，这是那个。有点好吧？这个好帅，这是所有男生应该是梦想得到的礼物。他就是一直想要这个剑，我想着通过最近的表现吧，考试也不错，一咬牙一跺脚给他买一个。哦。没有，待会儿可以演一出戏了，当那个星球大战碰到了美国队长。千惠，哪一个是你准备的礼物？全家福兑换券。去。哦。从弟弟出生以后，我们就没有照过全家福，所以我想送给妈妈一个全家福照片，能让妈妈感觉到我们一家人一直在团聚在一起。请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嗯，我们家从来都没有照过全家笑，没想到女儿也特别希望她爸爸在家陪着她。嗯，从来没有埋怨过爸爸没有在身边是吗？没有，因为我知道爸爸出去打工是为了我和弟弟。这个礼物肯定就是妈妈送给千惠的，对吗？是的，我从来没有送过千惠过礼物。再说别的小，在学校里嘛，别的小朋友都是这样漂亮的，而每次我们去超市嘛，千惠总是说：“妈，我看看文具用品，我不买，我只看看就行了。”我就想着趁这次机会送女儿一个。那千惠会不会羡慕别的小朋友有那么多好的文具可以用，漂亮的衣服可以穿？不会羡慕他们，因为他们没有我这样的一个幸福的家庭。哎呦，真乖。你说说家里为什么幸福？因为我得到了爸爸妈妈的爱。谢谢妈妈，谢谢妈妈。再次谢谢今天来到我们默契一家人的家庭，谢谢你们带给我们的感动，谢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谢谢你们，下周同一时间默契一家人我们再见，等你来。